虎扑9月16日讯，太阳官方今日在 Instagram 上展示了球队的训练图，其中德安德烈·艾顿、TJ 沃伦、莱恩·安德森、特雷沃·阿里扎在图中出现。见新闻配图，团结起来，我们会变得更强。太阳官方配文道，艾顿在今年首轮第一顺位被太阳选中，阿里扎于今年夏天签约太阳，安德森则于今年夏天被交易到太阳。编辑：里奥。